完全没有比这个比赛来得弱。哇，每天都这样打，谁吃得消啊？对，富邦吃得消啊。107-86，这场比赛剩下两分钟，又是小夫和胖虎啊。你借的漫画书什么时候要还我？还有遥控飞机。通常小夫碰到胖虎，一般是不太敢含扣的。塞沙夫单手的飞扣，含扣来了，不是飞扣，是含扣啊。来看一下塞瑟夫刚刚的单手扣篮啊，切入进去一马平川。对，其实塞瑟夫啊打球啊，他其实比较少有这种杀气的，大概可以激起他这种杀气的也就是博智了吧。小夫跟胖虎的这个爱恨纠结啊，是